要死了，是不是要死掉了？要死了，你跟条狗一样的，你妈的疯了，上班喽，快点啊，吃饭了啊，上班了，快点上班喽啊，吃饭了，吃饭了啊，上班了，快点上班喽。子丹，哎，上班喽！上班喽！啊，不上班了，不上班了！哎呀，快起来了！咋的了？又有啥不乐意了？快起来了！哎，你不上班你不起来，天天睡！快起来喽！